Thank you.
那么雷嫂到国外之后非常的受欢迎，第一次排练完全场给我热烈掌声。我当时觉得特别的激动，后来我发现这些乐手，尤其是长笛声给我把乐声给包括首席都带我的房间来，我说全部说英文，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没有这个语言上的这个一种隔阂，全部跟我，因为我只能讲英文。 然后就是他们非常喜欢的这个，我就用他们认为真的能听懂的，包括我再次的去感到中国的山水，就像我们看着中国的山水画一样。今天是第二天，穿越展第二天。哎呀。
becomes music, the expression of language and rhythms and grooves.非常高兴，能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在这交流，我们都是音乐爱好者，而且看到这个上海的乐器展，真的是全世界最大，这个人呐，就是我昨天就简直是就回不了家，就是这种感觉，就是这个是说明大家都热爱音乐啊，这个慵懒的这个曲调是什么样子的啊。 声音弄得久远一点，我就加一点这个 reverb。视频，视频，大家需要想象。 Thank you.
所以说这是实际上是新创作的曲子，但是呢是用同样的这种精神啊，是那种因为看到这个诗，然后心里的这个感应，然后把它写出来了。那这个也是其实也是传承的一部分。引了入门以后呢，你就可以懂我意思吧？